两块，两块，就两块。菠萝蜜啊，其实这种场地啊不值钱的，就是被有些坏人收走啊，转手卖给你们就十多美一斤。所以啊，我今天决定自己卖了，就挂消防小黄车。看，每个果肉都是这么金黄的。如果啊你们看着有食欲的话，来我直播间，几十米啊，给你发满满一大个了。